郡主又来啦，爆浆蛋糕，这个爆浆浆有点浓，我来给他拿了，爆爆个屁啊，爆，你在爆啥呀？我醉了，这不是爆浆蛋糕了，这成那个奶油蛋糕了，再把这一层拿掉，天哪，这个我一点点没有掺水，纯纯的蛋糕。好了，结果这个浆，这个不是爆浆了，已经没有这个浆了，它也不下来了。来，我自己来，手动爆浆蛋糕。颜色虽然还是不错，但是呢，变成奶油蛋糕了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来，草莓，再加一些草莓。哇哦！不一样的爆浆蛋糕，为什么你把这个里面就变成这样子了？加一些草莓上去，不一样的爆浆奶油蛋糕，我来尝一尝。哇哦，尝一尝爆浆。嗯，再比那个淡一点的，这烫嘴吗？不烫嘴，好吃。嗯，你别抢我了。嗯，加了水果的好吃，可以，味道好就行了。成没成功不管了。嗯，好吃吧？比那个稀的爆浆、浓的爆浆更好吃。好吃好吃。加点草莓。嗯。